咱有用机器，直接安尼都甲搅碎，做肥料。无要种什么？哎呦，它怕可以，这个可以摘的。可能有虫啊。这个可以摘，剥一剥就可以吃。哦，对。它虫一般都是从这边嘛，所以一般你把这个削掉就好了。哦。那个鸡很爱吃哎，对对对，很甜呐，很甜呐，很甜呐，吃的很甜。这已经都是 NG 品了，所以你看它，难怪芭比了。嗯，哦，我看那边几只足大只的，我瞄到了，真的、哦，角落那边，哦，有，哦，这阿伯芭比，啊，对对对，这已经不管它芭不芭比，因为我都要除掉了，所以是啊，今天不除掉也是明天除掉啊，那就是只长一颗嘛，所以长完就弄阿登了，这个授粉不全，哎、哦，授粉不全，那室内。那还有，你看，那还有两岁哦，在那边被你脚踩住了，有一只，不是吗？这个、啊，它、嗯、是不完全了，这我们都视而不见了。那个没有用吗？这不能煮汤吗？玉米嫩一点就当玉米笋啊。啊，对啊，玉米笋，或是那个像阿妈的 Q 去。阿妈有种玉米笋。Q 去做玉米茶，有没有？这个真的比较嫩。啊，对啊。我是说玉米须可以煮茶。哦，好甜哦。对啊，很甜呐、啊。哦，就丁耶，惊喜一丁耶啦！来，大家一人吃一颗，我也要吃。耶！后面还有啊，好嫩哦！好，我去外面看。后面还有被地慢慢磨嘛，就不掉。